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兔啊，观众朋友，今仔日确诊人数接近九万，咱节目捌讨论台湾疫情发展的曲线，拍算会接近纽西兰，但咱同款看到一个礼拜拜一数字降低，周间则阁留啊扭悬的趋势。指挥官陈时中讲，未来疫情高峰有缘是按算高一日会十万到十五万人确诊。現在北部抗疫漸漸要緊繃，再來我們就要來要議南部的狀況。加在我們前幾日聽到醫師公會說，各地醫療系統處理疫情的經驗都有在交流，希望我們的醫療量能越來越交穩。世界各國都豆豆在開放邊境，我們台灣邊境防疫措施也要來放鬆，看這個世面我們就要鬥陣再擔當一陣子，怕疫情每陣一日路需要我們來要議的事情，今天我們做會來討論。召开现场来宾，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仁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台北市医师工会常务理事周恒忠医师。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丁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诶确诊是接近九万人，死亡是122个，咱确诊的母数逐日在增加吼，每一天有100人来死亡吼，总是咱看到指挥中心讲台湾的死亡率无比别人较悬吼。即马当前该隔离的条件嘛要放宽，至于我陈时中讲，即、這个疫情的高峰吼，有原按算高一日诶十万到十五万中间吼，北部已经渐渐要紧绷，即马要来看中南部还搁咧发展吼，儿童开始咧注意方向，全国即马有七个大型诶注射站开始吼，伊第五二节。连续假期吼嘛无休困吼，大家会当趁时间，然后厝内囡仔有需要去注射。咱知影顶个月有一个两岁的幼婴仔吼，因为确诊了后来过往，伊的老爸即马新北市政府在讨迄个通联的记录吼，希望要了解迄个真相，咱希望伊找到伊需要的真相哦。即马是世界各国拢在边境在开放吼，咱台湾嘛同款。即卖入境全面要改做嘴暖来采检吼，检疫的期间嘛缩短变做三加四。咱看到南韩这个月开始吼开放自由行哦，日本是开放团客，新加坡是这个国境的限制拢加解除吼。即个问题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台省咱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记者会。我们昨天本土病例确诊了88247。人啊，境外移入的有46位，好，那死亡的个案新增的好122个，那今天新增240例的中重症的个案哦，那另外有122例的死亡，累计现在目前中重症是今年到现在是5715例哈，那这两位这个死亡的小朋友的个案呢，都是属于这个婴儿哈，一位是一个多月大的一位男婴哈。第二个是一个印尼籍5个月大的女婴哈，诊断为新冠肺炎合并有心肺衰竭哈，所以我们累积到现在这个12岁以下小朋友的这个死亡的个案哈，目前是新增2名哈，累积到12名，儿童的重症累积数呢是总共有29例。护理照顾已经就非常辛苦，非常花时间了，所以我们特别哈提供，好是由医院安排，完成医院提供相关的训练。好，我们有照顾辅佐人员，那他来提供喂食、翻身、更衣及身体清洁等的照顾工作。好，是每人每班好上班是8小时，那津贴是5000元，那每人平均每名照顾辅佐人员以照顾6床为原则。那从今天哈，从今天就开始。林秘书，咱这两礼拜以来吼，敢那是看到一个趋势，就是礼拜甲拜一的时阵，确诊人数会小块降低，拜二、拜三阁扭悬吼，这敢那真做一个趋势，啊，甲纽西兰有接近吼。林秘书，你来看，咱对指挥中心的估计吼，敢那有照迄个路线在行，啊，差不多爱阁偌久咧？无唔对，是安怎？礼拜一吼，拜普通人上少，是安怎讲咧？拜六礼拜吼。诊所有开的啦，病有开的较少嘛。你即摆要确诊，你就是爱快筛阳性，啊，去医疗迄个
机关，伊会较改较紧申报嘛。啊，拜六礼拜无人通申报，所以就较少。所以拜日普通会上少啦。对。啊，但是拜别人弄一排了，较紧上垂了，拜二、拜三的通会就坐起来啊。对。所以这个趋势应该是无唔对啦，这本来就是这个甲这个现象是符合这个医学的道理嘛。啊，但是这个高原期吼，要过外久吼？讲实在，咱大家拢用药的啦，一般是安尼啦，过几礼拜啊，我想是，较差不多，因为即摆六月啊呢，对，差不多到六月底，差不多嘛，差不多要倒来啊啦，是是，因为你普通，你看你即摆注意看，咱即摆一天吼，差不多拢上少然后六万、七万、八万、九万吼，啊是毋是到十万？有可能，但是中部你讲可能到十万、到十五万，有可能啊。因为这个疫团，讲实，我有来咧看吼，你若无钓过吼，你永远就是咧在担心，你唔知安怎，你唔知当时要钓，啊，但是你若钓过了，你若是清净，你就爱感谢，讲哦，我无代志。啊，讲实，这个感谢你要感谢什么啦？感谢你家己上好啦。本来这个病，本来就99.72，即摆是拢清净甲无尽头的嘛。对。你敢是讲咧99.72以外迄个人，你若真正是99.7外迄个人吼，其实就是讲表示讲你身体实在是无好啦。哦。啊，啥咧无？你看咱我逐工咧看迄重症遐个人吼，死亡甲重症遐个人，你注意甲看吼，大家拢本身拢慢性病，啊，佮老人吼，啊，你若本身身体足弱个人，你着得病，你着靠些重症甲死亡的问题出来，是啊，所以你若是普通是身体勇勇啊，普通拢较无代志啦。啊，另外就是这囡仔的问题，咱即摆佫生两个囡仔，啊，即拢几个月囡仔，真可惜啦吼。这嘛是拢无预防下通做诶。对啊，即个愈来愈像流感，你有感觉无？流感啥物人较严重？老人，啊，佮本身有慢性病的人，啊，佮囡仔、幼婴啊，是啊，变作讲啊，做成流感嘛咧，吼啊，所以咱若讲是幼婴啊，佮老人爱真注意啦。爱真注意，确实是这样。你若讲真正有问题，赶紧去病院啦吼，看有当时病院若有法度，有当时真正该救会倒来，你真真爱真感谢啦。是，啊，有当时新生难救苦命人。哦，有当时就讲，你着咱讲佛救有缘人，就是安，就是讲药医不施病。有当时本身你体质着做歹做歹，啊，着无法度救，啊，医生着尽力来咧该救。是，啊，你无法度救开，啊，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啊，即卖五日节假期要来吼，伊照较早的经验，咱拢会烦恼讲啊，这个假期了后，确诊人数了咪会增加。不过咱即卖都已经足济啊，啊，安怎来看待这个五日节？确实，我讲实，即卖大家拢皮皮啊，你敢知啊？较早拄啊开始疫情咧开始时阵，大家拢惊到要死。是，街啊都无半个人，迄阵咧开车偌紧啊，高速公路真正是高速公路啦。即卖佫无啊，即卖疫情一天几万人。我今日塞车来遮吼，佫爱好，佫在塞车呢。哦，足侪即摆人足皮皮啊啦，因为讲实，即摆奥密克戎来了吼，大家也感觉哎、欸，真正是都啊，钓着就钓着，啊，就无安怎。我有阵时甲遐外白人讲，伊讲伊较紧啦，我惊到要死，我啊，你惊啥？啊，伊等伊好了，我讲，你看你比白都较勇，哦，白都惊你呢，你好起来，你看你拢无代志啊。是啊，实在是唔是，实实在好代志，就说。你也医用下注啊！啊，你本身也无讲什么其他慢性病，所以你好起来是当然的代志啊，差不多是当然的代志。也就是讲，咱即马就是较定金卖胃给老大人。对啦，啊，即就讲即个，我讲实，你看咱逐天死亡的人，当下拢什么人，你得注意看。遐个人，你也千万爱注意。是。无注意用下，佮本身佮淡病的人，一大堆病倒倒伫门床，拢无咧顶头的人，啊，佮遐幼婴啊。这人上危险，是，所以你千万，你本身无问题，但是你莫接触这些幼婴啊、甲遐老花啊、遐本身有病的人，你若甲接触到，互伊传染到，伊本身就足大个问题。啊，但是你健康的人无问题啊，你是讲遐少年人啊，就逐天咧佚佗的人，有当时啊也无做啥物代，突然间讲业务讲我有病毒，啊有病毒伊也无安怎，连啥物症头都无，是，这就表示讲这个病毒确实是对大多数的人是无问题。但对一寡少数的人，就是发生问题。哦。啊，咱医学就是咧预防这遐少数的人发生问题嘛。是。所以咱即摆重点就是要救个中重症，是安怎？你看疫情中心一直来愈放松，
伊无法度啊。你若讲，干咱的医疗系统一直咧注重遐感染的人，啊，伊都轻症的人，你干咱咧照顾遐叫咧感染轻症的人，啊，你就无力去做迄个注意遐重症遐老伙仔的人。是。哦，你爱甲重心用伫迄个老伙仔甲本身重病的人，唔是讲去照顾遐讲啊确诊的人啦，遐一工几八万人、九万人。遐人你，遐大部分拢无问题啦，你唔免甲管。所以你有当时讲唔免，有当时唔免关，唔免关七天吼。有当时接触者隔离，你0.0+7也会使，3+4也会使，就是安来嘛。所以中央未来一定是愈来愈放松。是。啊，重心就是咧治疗遐重症的人，啊，伊无法度去注意逐个人啊，无法度。救重放轻吼。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一寡统计的数字吼，即头一个是咱台湾的数字。是一个整体的奥密克戎的发生率是46.2%，咱看到甲下卡的国家来比拼，台湾是较低。另外，整体奥密克戎的死亡率吼，这个母数是全国的人口每100万人内底是0.2，同款，这嘛是比其他的国家拢较低。过来是整体奥密克戎的这个。致死率，这个致死率的母数就较无同。致死率的母数是讲确诊的人，啊，确诊的人，咱致死率是0.06%，甲其他的国家来比拼，咱看到新加坡是有较低啦。不过咱台湾犹原是咧头坎。就意思，咱看遮个数字吼，整体的这个奥密克戎的发生率甲死亡率，咱敢会当家了解讲，这是咱台湾防疫措施的成果，就是讲，遮侪人内底有偌侪人会去得着吼，啊，过来这是整体的致死率，这都是咱医疗量能的显现，敢会当安尼讲？哦，咱即摆吼来看这个数字吼，其实咱看吼。咱会使安尼来分析啦吼，就是讲吼，咱即马会使分析遮个物件，咱会使讲啦吼。但是那遐个就是迄个真少遐个人吼，伊厝个人去过往去吼，对因来讲嘛是还阁真伤心啦。虽然你这数字较低，但是阮厝个都发生即款代志嘛。敢若讲一个囡仔，啊别人无，敢若阮有，啊你即个数字对伊来讲是无意义个啦吼。所以咱在分析即个数字个时阵，是要互咱知影讲吼。咱吼，咱的医疗系统吼，无比别人较歹，甚至较好吼。啊，以前的防疫吼，防疫是讲吼，卖互伊团，卖互伊团。即摆唔是呢，即摆吼，即关键的吼，是伫咱的医疗系统，咱要去运作，互咱的即个技术力啦吼，还是讲即个重症的人吼，卖会使互咱哦适当的照顾。因为咱知影讲吼，咱即摆唔是世界上咱的社区唔是讲干那只奥密克戎的，咱还佫有一大堆人有车祸的，有癌症的。吼，啊，有个人伊就是本来就是迄个爱开刀的，啊，遐个人甘愿去遐顾，所以即马咱这医疗系统吼，咱就是爱分开嘛，吼，啊，一项就是讲一般的，咱爱阁继续运作落去，是，啊，第二项就是讲咱咧要对抗这奥密克戎，甲以前旧年以前无同款啦，以前吼一个 case， 迄 case 少嘛，一个 case 吼，啊，规个内底，吼，啊，连咪阴连咪阳，吼，规三个月嘛袂出来。啊，即马唔是啊！你讲吼，即马若伫咧厝诶，你嘛伊讲愈来愈迄落啊，七天你若无虾米镜头吼，伊就互你吼主动啊变个采检啊嘛吼。所以咱即马爱随即马吼，伊个病毒吼，伊个个性无同款啦。所以咱诶迄个一寡应变的措施吼，其实无同款，这是对诶啦吼。啊，过来就是台湾吼，其实咱诶采检率吼，甲其他各国，比如讲韩国吼，还是讲新加坡，其实咱采检率是较低呢。哦，啊，开箱较低，意思就讲吼，其实真侪人有伊无去采检啦，吼，无镜头的人嘛，吼，啊，佫有个人伊就讲啊，我反正我不爱采检，啊，知影讲这个病，也毋是讲真严重，也是讲伊家己有快筛阳性的时阵，啊伊啊吼，当作点点，啊伊家己嘛真乖，伊有家己隔离起来，但是伊无有政府知影，所以这个母数那个加落去，我感觉小秘书两个人点仔咧开讲啦，讲吼，这是毋是母数吼，会两倍，还是佫较侪，但是咱毋知啦，哦，啊，但是。即个台面即个数字来讲吼，那伫个科学上来讲吼，咱是算了吼，算袂歹吼，算讲是优等生嘛。是吼，但是咱咧讲遮个代志时阵吼，对遐有过往的遐人吼，其实嘛是爱开一寡时间吼，去安慰啦。对吼，因为吼，有个人吼，其实无即摆即个奥密克戎吼，伊嘛是过往去。吼，像我照顾迄、那个吼中早机构的人，迄、那個、有诶吼已经拢超要700岁啊。吼。啊，伊迄天较近，啊较近，啊可能隔天那个就过往去，但是伊的家属伊嘛是讲本来伊就是安宁的病人啊，
啊，这款这款的，敢袂使讲伊治着这病，翘起甲算起来底去，讲伊的治愈率偌高。啊，伊迄本来就是讲，伊迄都已经天修去啊嘛，吼，百岁的人类啊，吼，我来说活到一百岁，安尼真安详，也无甲差讲啥吼。啊，伊虽然较近，但伊真安详的过往去。其实吼，即个若讲吼，即个若讲无甲算，其他的数字又较水。就如你所讲，其实咱这两冬来，当地要以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吼，啊，不过那是疫情渐渐在结束，咱是应该都是爱甲咱的咱自身的对象甲刷到白种的病啊，白种的医疗的需求是安尼。是，咱即摆是讲，不管咱哪么你去对付这个就武汉肺炎什么什么变种的拢无要紧啦，但是正常的迄吼绝对袂使。因为讲咱来顾这個，那边顾无着，那边的人吼，那边的人本来咱就会使顾好势，啊，因为顾这该付，予伊无加注意，结果本来无够用的变够用，迄安尼才是冤枉的啦。哦，叶秘书，就你的资料，咱前一阵仔拢在烦恼讲台湾敢会有这个超额死亡吼，你的资料安怎表示，安怎讲？即马也是爱较搁较观察一个月才会使较准，因为台湾目前啊。即马来看，这死亡的人其实搁咧清管，是，这是每百万人会确诊会死亡的人，这甲别个国家来比较，别个国家拢降落来，因为伊已经有足严重的 Omicron， 那即马拢降落来，但是台湾即马的曲线是咧清管，是，所以阮爱甲搁再等几礼拜，搁甚至是一个月，再来看这个资料会较准。相关，但是这个其实数字嘛，唔是讲绝对是。对的，因为很多问题出现在这些死亡的人是不是因为 Omicron 死去的，因为 Omicron 很高去传给别人，所以很多人死去只是刚刚好有 Omicron， 不是因为 Omicron 死去了跟亡身的，这要分得清楚，所以有另外一个数字可以看，就是看有超额死亡的，这是看比较台湾跟别个国家，阮台湾的数字一直拢是足好诶。阮超额死亡其实拢比本来的预测值搁较低，所以超额死亡的意思是讲，伫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会死的人，差不多是偌侪人。那就是按算因可能会死亡的人数，咱台湾即卖是比迄个人数较低。对，这款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负数的意思是啥？这个意义就是甲阮讲。現在雖然說有 Omicron 讓比較多人看起來是死去，但是它比較過往的這個資料，其實我們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死的人沒有比以前比較多，對，這個就可以排除說是不是因為剛剛好有 Omicron 但是死去，但是早起的統計大家嚇驚這樣，就是說跟進前比以早是无 Omicron， 啊，即卖加一个 Omicron 的这个因素，咱的死亡的人数煞搁较低安尼。对，啊，这都是英国的一个案例，我先再甲你看一下吼。英国的这个超额死亡跟每周预测，这都是过去两年的这个过去三四年的一个数字。啊，你看到这个寒人的时阵，伊的这个超额死亡拢会较低，因为伊有流感。你看这个2017-18年啊，加2018-19年，等于是有流感的原因，所以这個超额死亡较小寡淡薄的较侪一寡。啊，但是拄到这个武汉肺炎的时阵，伊就超额死亡咧，轻就管的。这是2020年三月的代志。啊，了，2021年佫拄到 Alpha。啊嘛是轻啊足悬的，但是伊开始注意防下以后，开始这个超额死亡，伫咧 Omicron 的时阵，甚至是比这个预测值搁较低。啊，印度讲，安尼，阮即马来做封城，那都无意义了嘛，啊，都该封起啊。是，好，观众朋友，咱继续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有公布一个新的措施吼，就是中重症住院该隔离的这个标准来修正。即马分作两项，一个是重症的确诊者，一个是非重症的确诊者。那是讲是重症确诊者啊，符合两个条件会当来该隔离。头一个是退休一天了后，过来就无啥物症状 ，PCR 阴性。CT 达较大30的时阵，你就会当来改隔离，啊是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讲
你反正也是讲采检到十五天以后，你的PCR 这个 CT 是27到30中间，虽然无确关30，经过医师来评估，同款会当来改隔离吼。那是非重症，也就是无症状，也是讲症状较无遐严重啊。会使改隔离，嘛是同款有两个条件，就是两摆快筛阴性吼，也是讲反正采检五天了后一摆快筛阴性，就会当改隔离。第二个条件是讲你反正甲筛检到7天了后，你就无需要阁快筛直接来改隔离。林秘书即今仔日所公布的这个方式吼，予咱想着讲，那是安尼来讲，也就是。病院内底的人会较紧出院吼，啊，迄个床就是爱老遐重症的人就入来啦。对，啊，亲像这个餐厅内底，你食饭吼，你食了就就走，安尼，迄度都过当过坐，对啊，去坐人，还是较早餐厅拢甲限制讲，你会当用点半钟，还是会当食超一点钟，还是点半钟，你得爱出去啊。是，袂使讲伊伫甲占咧桌仔内面桌仔拉天咧。是。这就是让咱的量比较有效率，对对。伊变倒会较紧啊。是啊，是啊，所以即摆你注意看，我拄仔咧讲啊，讲中央政府一直咧甲这个隔离的条件一直放较愈来愈松啊嘛。对。因为你占伫个床内面啊，无啥物治疗啊。讲实，伊个迄，你虽然是阳性，但是你占伫遐也无需要治疗，迄阵你就赶紧出院啊。是。过去咱较早上头起阵，咱一个阳性的人入去病房。不管你有病无病，你都要甲住病房。哦，搁迄个隔离病房，住伫隔离病房哦，搁伫户外的隔离病房，住甲你采检连续三摆 PCR 哦，连续三摆拢无病毒，你才会当出院。是，因为今日出去外口看到别人啊，但是即摆伊拢唔惊，是安怎唔惊？唔是唔惊啦，就讲讲实，你都无啥物通治疗，你袂当讲因为你有病，你本身有轻病，你搁因为你得病，你就一直住住甲拢一直甲病床占掉诶，啊，所以遐重症、重症诶人拢无爱到入来啊。是。安尼病院就无爱到，毋是讲餐厅病倒来，即病床啊，即摆病病，伊都床爱歪来歪去，好诶人管较轻诶人就处理啊，较重症诶人则入来治疗，安尼。重症甲死亡率较会较少啊，是，咱主要是重心就是要救遐个重症，遐个人嘛，可以袂当讲发生死亡嘛，咱目的就是安尼嘛。中重症的人得到妥善的治疗。对，是。叶医师，咱即摆看到讲有一个规定吼，就是讲 CT 27到30中间嘛是正做一个条件，会当来改隔离。照你的经验吼，虽然 CT 较低30，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了后，迄个传染力是安怎的？对，啊，这研究就是做啊真好，这是顶个月美国的期刊的发表出来的物件。啊，上面顶这是 PCR， 啊，会使验出来的比例是偌济？啊，这是这是快筛啊，上加这个是病毒培养，甲病毒会使培养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病毒培养，你就知影病毒伫在第九天的时阵，差不多拢无去啊。哦，对，有尽头的第一天伫遮啊，第十天、第九天，差不多病毒的培养都培养袂出来。是，意思就是讲，这个病人的身体内已经无这个病毒。但是这个喂予别人啊，无法度，因为已经无去啊。但是这个时阵，你的 PCR 佫会使验出来。哦。因为 PCR 会使去足敏感的，伊会使去看到这个病毒的这个尸体，这个形，这个碎片，这些物件。所以其实 PCR 无适合来做隔离。因为伊上过敏感啦，对，用来这个解除这个隔离的上好的方法是用快筛。哦，对，就亲像咱即马规定的安尼。对，你看这个曲线，这个快筛加这个病毒的这个培养，其实差不多，拢就一致的啦。是。所以无病毒的时阵，你快筛嘛差不多是阴性。是。但是你的 PCR 吼，会持续跟它阳性一段时间。哦。好，
观众朋友，咱即马继续来讲幼婴啊啊胃肠病毒的状况哦。顶个月有一个两岁的囡仔因为病毒来过往，伊的爸爸即马五新北市政府在要求通联记录，咱先来看报道。新北市中和两岁查甫囡仔恩恩确诊不幸过往，因老爸即日因为等八十一分钟的救护车，去撑到送病院的时间是关键。当日也写批予中央甲新北市政府，要求调完整的通话资料，要来厘清一千八十一分钟的真相。恩恩因老爸初一透早伫咧人面册铺文表示，已经摕到部分的资料，也就是伊甲一九二二之间电话录音，甲一份回应的公文。也若卫福部的部分，也就是一九二二伫接到电话了后，甲其他的单位联络的记录也未摕到。恩恩因老爸讲，要需要新北市消防局甲卫生局两边的资料，不过目前拢也未收到。一九二二还是缺我一块。新北市政府部分，我昨天也跟他们高副局长讲了，我们不想要说明，想要直接你们提供正式资料过来，让我们赶快拼凑起来。我们备了这个完整的资料，那跟恩恩爸爸约在今天早上见面。那经过了几个小时后，可能家属呢有另外的考量，所以呢就暂时的取消。我们还会继续的联络。新北市卫生局嘛进一步说明。恩恩因老爸提出需求了后，卫生局甲消防局已经有准备完整的资料，也希望会当见面好好啊甲报告。另外，为六月七日开始，中央伫咧邦桥车头设置儿童疫苗注射站。新北市长侯友宜去问到中央无事先沟通的代志，伊表示这已经唔是头一届啊。这段时间防疫以来，中央在公布很多的状况，其实地方很多都是被动被告知，这也不是第一次的状况。侯友宜强调讲，地方是执行单位，会当真正看到问题核心，让中央赶紧解决问题。要是希望中央甲地方，无论大细项代志，拢会当来沟通，共同甲防疫做好好。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中和这个两岁囡仔吼，咱节目捌讨论过，咱即摆过来看一摆伊的发展的过程吼。四月十三号即天，伊是快筛阳性，而且有发烧吼，即天是开始啊。关键是四月十四号，四月十四号即天，伊有去做 PCR， 同款嘛是阳性。四点的时阵，伊开始昏迷去，不过是到暗时啊七点三十分才送到病院，中间经过三点外钟吼。即马即个爸爸在吐的通联记录，就是这段时间内底啊，一九二二的记录已经摕到。啊，即马要向新北市政府来提这个卫生局建议讲。啊，就是建议找卫生局，啊，卫生局的通联记录吼，即这个时间点是这个爸爸上要义的代志。四月十五号吼，发现是脑炎，啊，开始患症足严重啊。到十九号，因为这个病毒来过往吼，这是规个过程。啊，即马昨日所发生的代志吼，就是这个爸爸要去请求这个通联的记录。即马新北市政府表示讲，资料已经准备好势吼，啊，可能会来提给这个爸爸吼，咱来请教就医师。前一阵啊，咱节目一直在讲吼，随望这个送病医的时间吼有延长较长。不过咱一直讲，那是准做送到病医。无一定救会倒来吼，即内底即美工是安怎？是安怎讲？准做有即个短时间送到病院，嘛有可能会足严重。咱若是讲吼，像讲即款代志的时阵吼，譬如讲咱若是迄个进入迄个法律的迄个定数的时阵吼，不管是刑法啦，还是讲民法这吼，就是讲咱来看讲吼，是毋是咱有过失吼？咱虽然有过失，但是即、這个。的代志是，唔是因为这个过失引起的，就是讲，刚刚主持人讲，就讲，我若是及时甲送去，这代志永远会发生的时阵，啊，咱就无责任，民事、刑事拢无责任，吼。啊，若是讲吼，这个过失吼，甲这有因果关系，是因为你干嘛？咱你来讲吼，较早起的时阵会救的话，吼，啊这。咱都爱有责任，爱担起来就对了吼。所以，当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吼，这个爸爸一定，咱这个囡仔过往去一定是真不忍心嘛吼，一定是唔甘愿吼，一定要找这个真相出来。所以吼，不管是日后啦吼，咱这个证据出来的时阵吼，咱一定爱给一个交代吼，至少爱给伊知影讲吼，万一若是这个囡仔是因为这个病伤重吼，唔是因为这个因果，致使伊的囡仔吼过往去，伊可能会心情嘛，可能较会。
袂遐尼艰苦啦。是。哦，啊，若是讲正经是咱甲因过去的时阵，这该负责任人都爱负责任嘛。是。因为这是一个人命的，咱袂使讲吼，咱即摆吼人多啦吼，比如讲啊，咱咧看患者，啊，患者足多的时阵，敢袂使讲就凊彩看看，这嘛袂使啊。吼，所以讲咱若多的时阵吼，咱过来爱去找迄个讲吼，这较有严重的这吼，爱特别去遐注意。啊，若是你甲爱伊甲判断讲吼，啊，这吼较无要紧的，咱就是甲敢若讲会使摆较后壁。所以这段事件吼，我感觉这个爸爸吼，伊讲实在的啦，即马大家啊个咧，防疫遐无用的时阵吼，若要讲找时间出来办这个代志吼，其实吼嘛是对其中困扰啦。但是咱袂使怪这个家长咧吼，咱伊这囡仔是伊的宝贝啊吼，咱即马来讲吼。甲真相那个吹出来先吼，咱即马做诶迄个地方诶迄个首长啦、爸母官啦，咱来体谅吼，咱诶迄个人民诶心情啦。是。吼，国较无闲诶时阵，咱嘛爱甲安搭，互照顾互伊吼。啊去找诶时阵，比如讲咱法律上咧求照顾诶时阵，我是有过失无毋对啊，但是我不管我有过失无过失，即个囡仔伊嘛是无法度，所以我就无法律责任。是所以这个伊要求说，我感觉是无过分啦吼，啊，咱搁较无用吼，嘛是爱个，嘛袂使讲应付啦，爱传互伊啦。啊，我看他住迄个新北市的局长嘛，因为其实我拢熟悉人，拢足好个嘛。啊，有诶时阵吼，阮有医疗纠纷诶时阵吼，我嘛是毋茫讲吼，咱要找这政府无要紧，啊，人若要甲你说明诶时阵，你嘛是爱去听一下。哦，啊，听听诶，啊，咱甲政府提来嘛，啊，听听，因为即摆吼要讲要迄落瞒天过海啦吼，讲白话话吼，我想即摆大家紧紧要甲你看吼，可能无遐迄落，啊，但是讲互清楚诶时阵，至少咱知影讲心里有一个底吼，啊，我诶囡仔是因为病毒甲我害死，还是即个制度甲我害死？是，啊，若是即个制度害死，即国家爱负责任嘛，吼，啊，但是病毒迄落天意啦。讲实在，即卖遐侪人，你遐侪人过往去吼，敢若有个人若讲个较无情个话，就讲吼，迄叫做自然的淘汰。都敢若讲吼，咱本来若无即个奥密克戎的时阵，本来就是有偌侪人会过往去。啊，敢若讲啊，有即个奥密克戎，啊若无较济，啊只是讲我像我讲，他拄仔有一个已经一百岁，伊就是踮遐，敢若嘛袂使讲，但是就是安宁，因为伊个身体已经无好啊嘛。但是伊治即个病，啊拄好伊过往去，敢会使讲是即个病毒较害，嘛袂使啊。吼，所以我感觉吼，咱这代志吼，一定要做好势，因为吼，这件事件你若无甲创好势的时吼，每一个家长的心理吼，即马拢出来等，是啊，出来等的时阵吼，那小可安怎拢会去放大吼？咱拜一的时阵讲吼，一个妈妈抱囡仔伫咧急诊外口咧哭嘛，哦，啊，大家拢啊，足可怜的啥嘛，哎，嘛是讲可能拢看这个事件的时阵，其实心里压力足大的，但是咱政府吼发生这款代志的时候，咱一定爱该负责任的吼，到底是咱的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讲你这个系统若无问题，但是这囡仔有安怎的时阵，咱有法度个改进的无？吼啊，虽然我有过失，但是这个囡仔。伊吼是天意吼过往去，甲虽然咱过失无关系，但是咱这个过失，那是用到别个身上的时，是不是正经无关系咧？这拢爱去改做一个调整，因为这不是讲干那一个事件，都爱做一个同步的处理才会使。是林秘书，咱顶个月捌讨论过吼，这个中和的两会的这个温吼，伊算讲是咱台湾啊头前两个重症死亡的儿童啊。啊，迄个时阵，咱嘛知影讲，迄个制度要无即马亲像啊，即马遐矫正吼。不过，咱一直在讲，你的囡仔若是看起来怪怪吼，伊无爽快，伊可能无法度甲你讲。你若感觉怪怪，就爱赶紧主动送去到病院，是毋是安尼？对啦，拄啊，周医师咧讲即法律的问题，伊是专家啦。但是对我来讲吼，我是感觉我唔那甲同情啦吼，因为拄啊，周医师嘛咧讲啊。对一般的人，可能一发生问题，对囡仔来讲哦，0.01%会出现问题，但对迄个有问题的人来讲，伊是100%，伊就发生问题啊。是，好，所以伊已经发生问题。伊其实我知影，我了解伊的心理啦，哦，因爸爸的心理，伊的心理就讲啊，我当初有打电话给你卫生局，啊，你卫生局那拢无甲处理。是。不管迄阵救会倒来，救袂倒来，我不管啦。是安怎？我迄阵打电话，你拢无甲我处理，甲我放咧80几分钟，拢无甲我处理。处理等你不管，你今仔日若甲我处理，我来真正死伫病院，我无会讲。但是因为你无甲我处理，你可袂当甲我讲，
不管你安怎甲处理，无甲处理，我一定拢发生死亡。你敢会当安尼甲我保证？伊遐是一个记录的问题哦，伊遐毋是100%甲零甲100%的问题哦。你敢我都甲我保证讲，不管你是毋是较早甲我散白，我就真正讲，你看啦，较早甲我散白，我完全拢100%救袂倒来。你敢我都甲我保证这个代志？啥物人我都做这个保证？伊遐本来就毋是100%的保证的代志啊。所以伊要要求的是讲，迄、那个消失的80几分钟，恁卫生局咧做啥物代志？是安那？你无派救护车，甲我送去病院。嗯。对家属来讲，我一个囡仔底下还安尼昏迷不醒啊，结果我求一个医生来甲我看，还是讲求一个救护车来甲我送，拢无人甲我看，拢无人甲我处理，一定会不满嘛。对。这就是伊要救的问题啊。虽然是讲。有可能是本来伊就是一定会死啊，但是啥物人会当知啊？你敢是神？无人是神啊！是，敢讲真正讲你较早敢杀，一定是救袂倒来。我都讲嘛，所以有当时法律的法官咧判案，讲啊，你这个过失你占几%，啊，你这个你占几%，所以我要求你100万来讲，因为你过失占10%，你的过失占90%，所以。赔你10%，有当时是安尼赔啦。我法官嘛是安尼讲，伊嘛无法度100%讲，这拢完全你的过失，你拢完全无过失，伊嘛无法度讲啊。是，所以伊遐嘛是无法度啊。你看我都甲我讲，真正我若较早送伊，就救袂，嘛就救袂倒来，是讲救袂倒来，无法度讲。但是伊遐会当讲，你若讲甲我较早送，我可能99%可能嘛救袂倒来，哦。啊，若讲个救会倒来，可能嘛有一寡，一寡病。一寡病搁治个吼，有可能脑嘛歹去啊。虽然你活活是活的，但是你足侪神经已经拢歹去啊。可能你可能嘛爱倒柠檬床，倒一世人嘛有可能。是，吼。但是医生讲，我都甲伊保证讲，你送来一定是死。嘛，我相信无一个医生嘛敢做这个保证。无一个医嘛无一个医生愿意安尼啦。嘛，我讲你不管你早一点钟，早两点钟送，你嘛是死，吼。啊，是讲你早一点钟、早两点要送，你电话，无人敢做这个保证啊，啥人敢做这个保证？是安怎？咱遐侪医生，佮一寡人佮信遐神，信妈祖、信上帝、信佛祖，就是人无法度去做这个，无法度去保证这个代志啊。所以咱来信神就是安尼啊，咱求一个奇迹，吼，有当时做一个奇迹要滴的，但是奇迹足少的，但是你袂当讲无啊。是。所以我是看这个老爸来讲，即卖人拢生一个、两个尔咧。有阵看生一个，你若一个死，就无啊，你就无得传宗接代啊咧。是。啊，人生两个死一半去啊咧。较早人生一大堆，有阵死一两个较无要紧。啊，即卖生一两个，迄拢宝贝咧。对。所以我是感觉这个新北市，讲实，你虽然是讲你感觉讲伊可能救袂得，可能。但是你感觉讲一定救袂倒来，所以伊要救的就是讲这个过程。你若过程真圆满，你要赶紧甲送去病，啊病院也解救，啊尽力解救啊，啊嘛无法度救啦，啊伊要话讲。是。啊，但是你这80几分钟你拢无甲我处理，啊我感觉送去病院死啊，伊就要怪这个80几分钟，是不是这个80几分钟会当甲伊的生命买倒来？伊就是咧救这个代志啊。是。啥物人敢甲保险讲你较早送就袂死，还是讲你较早送就会死，嘛是照常死。是。啥物人敢讲？医生敢一个啦？医生才敢讲这个代志，无人敢讲啦。是。咱希望这个温温的爸爸吼，会摕到这个资料伫内底，得到伊在憔悴的真相吼。叶医师，咱顶前两礼拜吼，一直在讲，因为这个儿童重症死亡的病例，咱在讨论讲，我们看敢是对儿童有较严重的效果吼。即卖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咱看资料、看数字，敢也有这款的烦恼。别个国家的数字是甲阮讲讲，奥密克戎拢较轻症为主啦，对。啊，加四大人的时阵的，伊真正比 Delta 搁较轻，足侪。啊，囡仔人伫去别个国家看到的时阵是甲 Delta 差不多，拢赶快足轻的。但是台湾即马有看到较侪即脑炎的案例，啊，即马的时阵都爱做较侪的研究，甲收较侪资料来去做
较详细的这个讨论来看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这台湾的囡仔人真正有发生较侪的脑炎，啊，这目进程是还无答案呢。哦，好，观众朋友，咱因为烦恼咱的囡仔人吼，即马儿童疫苗开始在注儿童疫苗的报道，咱大声来看。写一个字嘞，囡仔是大声妈妈好，不过会当得到保护力，避免去为着新冠病毒。有不少家长因为烦恼本土疫情，专家把囡仔带来做疫苗。因为他现在幼稚园本来有预约，可是可能造册还要一点时间。然后昨天看到这个快打站，就赶快来。因为我原本是有预约台大医院，但是我觉得那里还要就是很麻烦，这边就比较方便。毛囡仔因为学校停课，我都随在学校注射，佮由因阿公陪伊来做疫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我不会得新冠肺炎，因为我知道不会痛，因为我以前打过感冒疫苗。全台湾七个五岁至十一岁儿童疫苗大型注射站，为六月七日开始注射，五日侪连假嘛正常运作，主要提供辉瑞 BNT 疫苗，平均每一个站提供2000剂至3000剂，除了会当上网预约，也会当随到随住。台北自由广场的注射站，初一早起8:30开始做，短短点外钟，就有200多个囡仔做疫苗啊。医师提醒家长，回去厝里了后，要注意囡仔注射了后疫苗的副作用。发烧38度以上，超过48小时后，或者病人，这个儿童，有比较喘促啊，随时来到医院来，医师来给你做一些诊断。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除了台北自由广场、新北桃园车头、桃园基坛体育馆、桃园陆军专科学校、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台南市立图书总馆，还有高雄展览馆，拢会当提供家长来选择。不过，囡仔若要确诊过，就要复原3个月了后，才会当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拄只报道内底有讲到吼，咱即马拢总有7个大型的囡仔人的注射站吼，会当注射的年岁是5岁到11岁，拢是注辉瑞的疫苗。伫啥物所在咧？台北市是伫自由广场，新北是板桥车头，桃园是桃园基坛，甲陆军专科学校，台中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台南市是图书馆总馆，高雄是高雄的展览馆吼。遮个注射站吼，伫五日节休假的期间吼，拢无休困，大家会当趁时间去住。就意思，咱看到这个大型的注射站吼，本地咱知影讲，儿童开始在注射的时阵，是可能是大病院支援吼，到学校内底去住吼。啊，迄个时阵有侪侪家长讲啊，我可能较想要注 BNT， 啊，不过若是注 Moderna 的时阵，我可能就较丢地吼，无要注。啊，即马拢是注辉瑞的 BNT， 遮个这个大型的注射站，敢有法度改善这个状况？我其实我看到这吼，嘛是。有小夸一种，因为咱记得讲吼，咱去年开始做迄个疫苗的时阵啊，嘛是用当咧大型的啦，啊无就是去病院啦，吼，啊诊所拢不爱互咱做啦，啊无就分一时啊啦，即卖是搁惊迄个老路落去啊，哦，因为呢吼，咱即卖来要提高即个吼注射率的顺序，你愈侪场所愈好嘛，即个大型的当然袂歹啊。啊！你病院嘛是有，啊像阮唔是讲干呐，去学校唔是干呐病院去呢，阮基层医师嘛是有去呢，真侪迄台北市的拢是阮去包的呢。啊，上重要就是诊所上方便嘛，吼上方便嘛。啊，上方便的时阵，啊你即卖诊所啊一个像台北市一礼拜，你才互你住一工尔，你干呐算算你工？啊，看几个人，伊也不爱互你加，啊人来讲吼，伊有意愿，啊随时要来，像即个吼大型的，你随时要来就会使。这是随搞随做。对，啊为什么诊所袂使安尼？吼，像讲林秘书啦，伊现在遐有经验的啦。人个有诶囡仔吼，若要注射，我要别人做，干呐要互即个白白来做呢？吼，啊伊若迄工伊要去做的，想讲啊歹势，我吼干呐拜五会使做，啊今日拜三拜四你袂当做。哦，啊，大人要安怎？啊，大人会急咧，讲啊，别人拢住着，我无住着，啊，病毒是不是会来找阮的囡仔，袂去找别人？哦，这有些会比病咧，对不对？我先住就是先有住保庇嘛，对不对？起码如果惊伊疫情迄老咯，我是感觉吼，大型的是袂歹啦，吼，但是你吼，上重要这基层的诊所，你无甲开放吼，像咧安尼，吼，或者铺天盖地安尼吼，蚂蚁雄兵甲涌落去的时阵吼。其实你咧注射了，这种吼，敢那吼有一个讲咧一个美光灯吼，人讲啊，媒体敢那真好看尔啦，
讲实在的啦，我唔是讲吼，这无好吼，这买鞋赛，阿平伊买鞋赛，阿去好好买鞋赛，但是基层诊所吼，这才是上重要的。是，就医师讲到这个问题，咱来看一个数字吼，咱看到台北市即马五岁到十一岁内底诶囡仔人吼，第一档诶疫苗注射率是26.6%安尼啊，那是甲台南甲高雄比拼是较低啦。林秘书，这你有了解是安怎会较低？我想，你知影台北市政府的挂市长，佮咧讲批评讲中央是安尼要设这个大型的接种站，伊咧讲是安怎中央要佮佮设伫迄个自由广场遐，伊咧反对啊，那就伊较早咧反对讲松山机场，卖佮伊设这个太监站咁款啦。啊，但是我有当时咧想讲吼，啊，其实你若无爱中央佮伊介入。卖中央去设，啊！你唔着地方政府，你得甲做好势。你若地方政府做会好势，地方政府要哪做会好势，要哪较早做。其实上重要就是拄我周首嘛咧讲啊，遐济会当住下的所在，你若无要甲互伊住，诊所、病院，你都有当互伊住啊。你会当多方面去做嘛，学校会当住，病院会当住，诊所会当住。啊，问题就唔是安尼啊，想讲台北市好啦，阮诊所。噶啦，一礼拜该当住一天俩，啊嘛无一定，逐礼拜拢有哦。伊噶啦要换住一天俩，啊你当然说迄、那个暗时啦，假日有当时囡仔想要来住，都无通住啊。是，哎、啊，就变作爱走去迄个什么自由广场遐，遐大型的接种住，还是讲走去病院住啊？啊，实在是讲者，伤侪人住这个所在，其实是危险的所在啦。迄囡仔要住下，毋是像你遐简单，拢条条互你住咧。你敢知我要住一个囡仔，有当时啊，我安尼含讲袂通咧。哦。伊囡仔有当吼起来哦，安尼张肚起来，安尼有当时啊，无爱你住，含伊当拍来拍去迄阵，有咱若喙啊嘛无挂咧。走来走去，你想讲囡仔拢会条条互你乖互你住哦？你看拄啊，我看迄个接站站个电视写讲，我囡仔看你囡仔拢条条互你住，毋是逐个拢囡仔拢安尼啦。你捌住过囡仔无？迄囡仔有当时啊，噗噗跳。看到怎惊到要死，嚎到要死，安尼，是，好安尼，含伊用脚甲伊踢手啊，甲伊踢咱，吼，有当时足歹处理的呢。哦，啊，所以有当时咱来说较济啦，卖伫个大型接种站，你若大型接种一个囡仔，若互你噗噗跳了吼，迄若讲别哩，伊拄啊染疫，伊来传去吼，遐个人规个拢会着呢。啊，拄则讲台北市一礼拜间啊，互你住一天，以早有一段时间，咱疫苗可能真正较无够，啊，即摆敢是无够的问题。啊，毋是中央讲拢无问题啊，讲拢伊我会记中央政府讲，咱各逐个人拢住了，100%的人住了，还够有剩啊。是，所以表示疫苗毋是无够的问题啊。安尼一礼拜住一天是啥物云端？啊，知影伊啥物挖格式，我都毋知影啦。是安怎一礼拜干啦？反正会当住一天俩。是，有可能比如讲，伊用疫苗无够，无通分互你，还是讲伊摕袂到，还是安怎我嘛唔知啊？还是讲伊干啦要送药遐大型的接种站，还是讲干啦要送去好好住俩？有可能是安尼啦，伊就无爱送互你诊所住啊。是，还是讲伊干啦要互伊市立病院、联合病院住俩？哦，叫联合病院人派人去好好甲住，嘛有可能啦。但是伊就无爱阮诊所住遐济啊。就咱就拄啊开始，大人迄阵咧住用下迄阵，伊嘛无爱阮迄个诊所住啊，伊嘛干啦要病院住，无爱阮诊所住，一直改迄个好，迄个好心肝的事件了，因为好心肝是一个诊所嘛，虽然伊足大型的诊所，哪病院咧？是，伊就偷偷去，好心肝迄个诊所住了，红爆发了，迄个红知影讲，哦，恁哪会使有诊所住？你都不爱别个诊所住，还得好一个诊所住，偷偷好一个诊所住，伊较歹势，无法度较有诊所住同款啦。咱即摆在讲遮个代志是地方政府会当决定的。会当决定啊？哪会袂当决定？你要有上主，你会当决定啊？你卫生局甲中央领这个疫苗来卫生局了，伊要分予上主，有迄个管理啊。伊若无分互遮，无分互你住，你就无疫苗通住啊！哦，伊若讲要甲这個疫苗都控制好，讲互干哪互啥物人住，伊嘛有迄个管理啊，你就无法度啊。是，所以你若讲真正讲你地方政府疫苗无够，还无会讲。啊，但是若讲你有迄个疫苗，啊，你干哪要专门要互啥物人住，啊，不管你有法度互一时阵互遐济人住，你都不管，伊就要慢慢做，干哪要互啥物人住，安尼伊就。
你看注射率就是变成安尼啊。也就是讲，若是台北市要把这个注射率扭悬，事实上靠大型注射站是无够，一定爱基层的诊所嘛落去做就对。他一只高下咧在做的代志，有当下比一只大厂咧做的代较紧。是。有当下是安尼啦。是。遐侪间诊，这个诊所底下，你嘛是靠诊，其实台北市诊所做的疫苗比病人较济呢。哦。较早大人是安尼啊，啊囡仔嘛实在嘛当安尼做啊。是。对不？遐侪间诊所，小儿科诊所嘛足济啊，耳鼻喉诊所嘛足济啊，内科诊所什么足济诊所嘛哪会当做啊？你若互开放诊所去做？咱就解决了嘛，你一下嘛提高足悬啊！我会记高雄市嘛是诊所拢在做啊。你注射愈足悬的人，大部分是拢爱靠病院甲诊所合作做伙去做嘛，安尼毋只紧。是。你敢若靠几间啊病院，还是讲几间咧大型的接诊站咧在做，有限嘛？哦。周医师，你家己的诊所的经验甲林医师同款，你敢有确定讲，一礼拜住一工，这拢无甲恁讲云端？不啦，因为吼，我讲较歹势啦，因为吼，我的诊所吼业务较侪，像我拢是去外口去支援啦。哦，啊，我内底诊所我家己都无咧做，因为我无多，因为我有时啊都爱出去共采检，啊去学校啦，吼，拢有去咧共支援，啊，佫足侪代志。啊，所以其实吼，遮尔侪防疫的任务内底吼，大家爱。好，你若要拢做吼，其实无遐困难。是，好，比如我注重的，就是我迄部分。但是，咱林理事长伊个疫苗，就是伊上注重的，好，伊上内行的嘛，人伊小儿科上内行。所以我是虽然无做吼，但是阮定下咧开会是嘛，拢替咧争取嘛。像以前啦吼，迄个咱迄个去年五月的时阵，嘛是争取咱来迄个诊所组，结果住住的，你看袂啊，诊所组啊下下叫吼啊，即提升即个吼住下率其实功劳是足多呢。啊奇怪，即摆要住囡仔的时阵，阁惊迄个回头路去吼，我是感觉足奇怪啦。啊，即好好的一个，咱已经运作了真好的一个制度底的，对不对？啊，毋是咧，以前是讲疫苗无够嘛，啊，即摆疫苗有够，你好好的一个制度，你就继续甲做落去就好啊。你哪又阁去行回头路咧？吼，我毋知影讲吼，伊是安怎想的啦吼。但是吼，我是感觉即足不满的啦。但是我即摆吼，因为防疫的即、這个迄、那个。一部分的真多啦吼，啊，我是较注重讲其他，但是这方面吼，阮伫咧工会内底吼，啊，那个基层，我嘛基层嘛是爱甲大家发声滴个啦吼，因为为什么呢？咱做伙，刚才讲林叔讲的讲吼，我做一个囡仔，我可能还不足久的呢。我讲人讲为着趁钱，讲啊，我做大人较好做，囡仔来，我也无见他偌济，啊，处理，因为我是无做这即、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吼，我其实我有做迄个流感的、那個嘿，我囡仔来，我家己啊，啊我看一个患者，啊可能吼，做迄个食了，我可能要看四五个患者，是，啊，凡是爱个安大，爱个迄落嘛吼，所以，即来讲吼，医生唔是讲为着即要去趁钱嘛，是为着要社会服务啦，啊，咱都要做啊，但是政府无爱人，咱嘛无多啦，讲实在。林秘书，我换另外一个方式来问啦，那是真正要互你，每天都可以注意方向，你的诊所量能敢有辦法去安尼做？有啊，我都每天做，我冇法度。但那就讲，即摆囡仔你啊，对一出生开始在注意方向，我嘛是每天会当给别人来做啊。是。每天伊都会当来做啊。是。所以你若讲疫苗有啊，有啊有够，我每天嘛会当来做啊。对啊。哦。台北是遐侪诊所咧，唔是一间两间咧。是。你若讲火药的诊所去做，伊本身就伫做疫苗的人，伊本身就有迄个设备，有迄个冰箱，有迄个设备，有迄个人员，会当做，你都可以做到啊。你啥那个限制讲一礼拜干一工，甚至有当时不一定一礼拜干一工，有当时几啊礼拜干一工，因为伊一个预约的系统伫内面嘛，啊，预约系统是一期一期在算，啊，一期一期内面，我迄工你干来甲我选一工尔，你袂来甲我选两工。现在你得选拜祭，就是拜祭啊！干那，你也当做拜祭尔。啊，另外一个，我选拜煞，你干那选拜煞，你干那拜煞也当做啦。其他的时间你拢袂使干做，我都无要疫苗，互你，你哪有通做？你在讲的这是大先去注文的，不过那是疫苗做一拜，互你，你都会当随搞随做，敢不是？嘛是会使随搞随做啊！你若讲我疫苗下伫冰箱内，我当然当随搞随做啊。是。无问题啊。但咱想讲，一般的囡仔，你看出生个美型的肝炎，像五合一的疫苗、肺炎的疫苗啥，我嘛是拢下伫冰箱啊。
啊，囡仔来我就甲住啊，囡仔来我就甲住啊。伊逐工早时来买当住，暗时来买当住，我若有开诊，我就当甲住啊，同款意思啊。是，我最后确定一下吼，我拄则咧讲，台北市的注射率较低。我本底是想讲，因为双北确诊人数较侪吼，可能咧照顾遐个患者啊，吼，即个无人力来无骹手来注射，敢是安尼？我是毋是无骹手咧？那也无骹手。台北市的伊输人员上侪啊。台北市台北市医生偌济人，你敢知？差不多12,000人咧。哦。台北市病院一大堆，诊所一大堆，哪会无迄个能力？是。是你要有疫苗要好治，唔好治了，哪会无迄个能力？台北市遐济，医生上济，台北市的医护人员差不多占全台湾差不多1/4人咧。是。哦。遐济人咧，哪会无迄个？是安怎注射率遐低？你若讲。譬如讲，一个医生对偌济别人来算哦，台北市可能是医师人员上济啦，上济所在，台北市上济所在，其他的县市也无遐悬的啦，因为拢集中伫遮嘛，病院啦、诊所这些拢集中。